嗨，各位网友，大家好！今天我要向大家推荐一道美味、可口又好吃而简单的食谱。OK， 那就是小白菜炒白蘑菇。OK， 我们要准备材料有小白菜、白蘑菇以及蒜头，少许。将小白菜洗干净，将蘑菇去除它根部，洗洁。将白蘑菇去除它的根部，然后洗干净，备用。当锅热开时，将油倒入锅中，将蒜末倒入油中爆香，倒入白蘑菇，快炒。白菜倒入锅中，一起翻炒。加入少许的水，然后盖上锅盖，两分钟后将锅盖掀开，将菜翻炒均匀，然后再盖上锅盖，直到它沸腾为止。当沸腾后，加入少许的盐、味精、蚝油一起搅拌，熟了之后，将火灭掉，端上盘。一道美味可口小白菜炒蘑菇就完成了。喜欢我的视频的人，请按下右手边的小铃铛订阅，谢谢。